垂直快闪档，坐的士三分钟转靓装，一程的士可以做啲乜？有冇谂过坐喺的士后座，将日装转做晚装呢？垂直之夜收工，人人都赶住出席派对。一个日常嘅 OL 装，又点样可以令到人哋对你眼前一亮呢？闪匿嘅妆容先至系焦点啊！想做一个闪嘅眼妆咧，都唔一定成个眼影都系闪粉嘅。我哋可以用一啲咧有闪粉效果嘅笔，重点加喺眼头位置，出嚟嘅效果都可以好自然噶。眼妆加咗闪粉之后，已经加强咗节日气氛啦。胭脂同埋唇妆就唔使有太大嘅改动，只要微微补妆就可以令人眼前一亮啦。What do you think? Oh, I like.Can I do that by myself? Sure. You see, 不用5分钟已经由一个日妆转做晚妆了。